In recent year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strengthened cooperative counterterrorism efforts. Leading terrorist groups have been fundamentally destroyed. However, the remaining smaller-scale terrorist groups without operational bases have scattered all over the world. Extremist trends are still prevalent. Terrorism is increasingly threaten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international anti-terrorism situation remains severe. It has just been received at 9 a.m. EDT. A press conference was underway at the UN headquarters in New York. The renowned nuclear weapons expert from Ireland, Mike Steele, was about to deliver an important speech when masked assassins shot and killed him on the spot. His briefcase went missing in the chaos. Interpol has reportedly taken interest in the matter.在我临海线外9号公海海域，我们海军监测到一艘可疑货轮。据分析，很可能和恐怖组织有关。我们也收到了国际刑警组织刚刚发来的协查请求，疑似杀害死蒂尔的恐怖分子，数天前出现在我国边境城市。我们怀疑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参谋长，为了防止恐怖事件发生，我们希望和海军携手完成这次反恐任务。嗯，战区已经接到了命令。 我们派去的侦查员可能已经暴露了身份，随时面临生命危险。雷战，到！命令你立刻出发，协同配合相关工作。是。你先到指定水面待命，时机合适时会安排你与侦查员见面。 大家都跟紧了啊！一会儿不要走丢了，按时回来啊！ 不好意思。 夏苏，真的是你？你怎么会在这儿？度假不行吗？你要干嘛？你以为婚礼前玩消失，发条微信就把我给拉黑了，这事就过去了？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和你没什么好说的。 是因为这个。 那个人是谁？跟你没关系。小苏，这群恐怖分子怎么会冲着你来？我的事儿你别管。说走就走，说分手就分手，总得给我解释吧。我恐婚行了吧？你以为我会信你的话吗？小苏，你甩不掉我的。副大队长，副大队长，你们怎么来了？得到你们被袭击的消息，我们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哎，难道说咱们要保护的人是他？干嘛问我？你问嫂子去啊。他叫辛娜，有国际恐怖组织背景。他登上了一艘接应他的快艇，这艘快艇逃离的方向是我国领海线外的9号公海海域。介绍一下，李千羽，这次配合你行动的技术专家。 夏苏姐，好久不见，咱们又一起出任务了。我主动申请的。方局长，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上级已经批准，明天你们和军方联合行动，去查清货轮的情况。局长，你说。哦，没什么事，我先下去了。这次能不能别让林战参与？ 维护领海安全是我们和海军的共同职责，明白吗？您清楚我俩的情况。报告，进来。海军特战大队3连连长王海泉报道，首长好，嫂子好。夏苏姐，这回和林战哥一块出任务，你是不是特别担心啊？我俩的事儿别和海泉说啊！我当然不会了，你就说王海泉那个呆子，说了他也不明白。你和林战哥真的分手啦？我们的事儿你又不是不清楚，就是因为太清楚，我觉得你顾虑的太多了。还有我说，在执行任务呢。哎，你身边有我，林战哥身边有海泉。 我俩会保护你们的，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就你话多，先开会去。哦，这艘不明国籍的火轮一直滞留在9号海域，我们急需弄清楚他们的真实目的。林战、王海泉，到，由你们和2位公安同志组成侦查小组，随时向指挥部报告。是是。 姐，他们来的这么早，上船再说。嗯，来的真早啊，提前了2个点。你们不是更早吗？怎么办？还能怎么办？甩了。我知道你们想甩开我们单独行动，夏苏。 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职责。既然我们上了同一条船，我希望我们好好配合，完成这次任务。咱俩现在可是假扮情侣，拍张照配合一下。哎，我拍什么照啊？嘿，你必须配合我工作。姐。 情况怎么样？货轮周围有强烈信号干扰，靠过去。Pulse! A yacht! It's getting close to us. Change clothes. Use the fishing boat to stop them. Okay. 有艘渔船靠过来了，迎上去。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几个朋友出来玩，一不小心就到了公海，油没了，能不能您一箱油给我们啊？先上来喝点茶吧。哎，兄弟，哎，给你油，谢谢啊。哎，师傅，你们都打了些什么鱼啊？马鲛鱼、草鱼、带鱼，这些都是啊。啊，对，都是。油加好了，好嘞。小苏，我觉得那个船老大有点不太对劲儿。我也有这种感觉，好像有双眼睛一直盯着我。 Boss, two couples are on the boat. No way. Before we came here, I kne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ould bother us. And now here they are. Get rid of them. Quick, chase them! Here. All into the sea. Are you sure they're all gone? Yes, trust me. I saw their yacht sink. Where are the bodies? Sina, are there any islands nearby? Yes, there's a desert island in the southwest from what I know. Now go and get them. Either I see their bodies or I see yours.能不能把嘴里的沙子清干净？我不着急救你吗？这是哪儿？我也不知道，看样子是个荒岛。他们两个不会有事吧？有海爵在呢，你放心吧，不会有问题。来，暖和暖和。 苏姐他们不会有事吧？哦，别担心，已经确定他们的位置了。 Everyone split up. Yahoo.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不让你跟来了吧？ 林真，放手！ 放手啊！滚滚！ 发现目标，准备救援。Faster！ 这次行动失败，我们遭到攻击，没能登上火轮。斯蒂尔博士是著名的核武器专家，国际刑警组织高度怀疑那只被抢走的手提箱里，极有可能装有与核武器有关的资料。嗯，看来这伙恐怖分子组织严密，计划周详，他们一定有更大的阴谋。 去海边走。在外面等着。你和夏苏姐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早就和你说过了，不该问的就别问。我这不是关心你吗？那也不行。哎，要是挂在悬崖边上的事物，你也不会松手吧？那必须的呀。 我就是担心哪一天又碰到这样的情况。嗯，不可能。你怎么知道不可能啊？要是碰到危险的是我呢？瞎说啥呢？没事儿，这只是个假设。 没有这种假设，不管多危险，我都会保护你。我是绝对不会让你们出事的。 终于搞定了！我看林战的表情一直神神秘秘的，会不会又想甩开我们啊？姐，你看这图都看一个晚上了，心里有事吧？我这有副药，专治你的心病。妹妹，我马上替你打探一番，等着我的好消息吧，姐。哎。 李千羽，你怎么来了？过来找你们要两瓶水喝。哎呦，你们男同志的房间还挺干净的嘛。林战哥，在忙呢。啊，是。水。谢谢啊。夏苏姐魂不守舍的，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看李千羽人挺不错的，他呀，还行吧，能力强，性格也不错。我不是说这个，我看他对你挺上心的，是吗？副大队长，你有没有觉得，我和千羽，都快处成哥们儿了？现在我跟他在一起，就跟俩爷们儿差不多。 还需要什么？王海泉，你觉得咱俩是哥们儿是不是啊？啊？啊？那好啊，哥今天就成全你！别打！别打呀！过来！站住！大哥！大哥！ 明天早上，咱俩见一面吧。谢谢你了。谢什么谢啊？保护战友是应该的。再说了，你哪那么容易甩得掉我？谁能甩掉我们海军特战大队副大队长呢？真不是我说你，你天天这么拼，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那你又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林战，昨天我们掉下悬崖，我以为我再也回不来了。那一瞬间，我想了很多。当我们的手紧紧的抓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什么都不重要了，能和你共同面对生死。 就足够了。最新情报显示，1986年11月5日，一艘外籍潜艇因机械故障沉没在我国领海外9号海。国外媒体推测，潜艇内再有一枚核弹头。斯蒂尔博士正是这次事件的知情人，他多次上书，希望解密，但是一直都没有结果，所以他决定在国际会议上揭露这件事情，却被残忍杀害。看来恐怖分子就是想利用这枚核弹，制造史无前例的灾难。咱们必须尽快挫败他们的阴谋。 开始行动以来，我们一直处于被动，必须想办法登船，取得确凿证据。不行，国际刑警组织也发来请求，这次行动将十分危险。局长，我请求出海。 天宇，夏苏他电话不接，信息不回，一大早找不到人，他人去哪儿了？他到底去哪儿了？说话呀，他去哪儿了？啊！林战哥，我……Someone is swimming to us. Shall we get rid of her? No. Keep her alive.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plan, Xia Su has already departed. Wang Yanchen, go! Prepare for battle. Yes. Go. Move it. Go. Juan? Is that really you? I'm happy to see you still remember me, Miss Sue. You can call me James now. James. Any reason for your new name? Not really. Just a random pick. Easy to cover yourself. Well, maybe. Juan or James, whatever. You were on the boat. Yeah, you're right. I knew it. I see that you still have that amazing intuition. I guess we know each other well. Of course. We were the best of the best in the military training camp. That's why I don't like to see you here. James, I don't care what's your purpose here, but I need to warn you. Go ahead. I'm all ears. Chinese government won't give up. We'll never. Don't waste your time. Let me just... No, wait. Sue's my friend. Take her to the lower deck. It's really ironic when an anti-terrorism hero becomes a terrorist. I joined the training camp for world peace, but now I'm doing this for the future of humanity. All you want to know is here, but we call this place Prison of the Sea for a reason. No message could get out of here. Watch her. Sina, take good care of my old friend. She's a Chinese agent. It's dangerous to keep her here. Old friend? Goodbye. 果然是他。这样看来，刺杀核武器专家斯蒂尔的就是这个詹姆斯。他跟夏苏在国际反恐训练营的时候是同学，曾是国际知名的反恐英雄。 看来这帮恐怖分子很有可能已经打捞出那枚核弹。Wait here. Commander， 根据夏苏这次传回的图片来看，这枚核弹达到了100万吨级当量，必须立即阻止他们。情况十分紧急，我立刻向战区汇报。报告，林副大队长出发了。显示临战位置。 海泉，走！集合人员，准备行动。是。You'll pay for this. What if James asked us who did that? Just say Xiaosu has accomplished her task. She is useless to us. She must be gone.我告诉你，我可真不救你了。有本事你别救！Let's go. 。Yo, man. Please, please, don't kill me. I was kidnapped by James. Who are you? I'm just a rocket designer. They kidnapped me 2 years ago and took me here. They asked me to build a missile thruster. If I say no, they will kill my wife. They will kill my daughter. Please help me. Say everything you know. We can help you. Okay. Tomorrow, there will be a terrorist attack by launching a missile.立即报告坐标位。快走 ！Wait. First, we need to destroy the launch program. I'll take you there. This is the control panel. 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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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all. Game is over. Please, James! Stop me! I have a family! Stop it! I have a wife! Just James, you know what you're doing! Why am I like this? The world has changed. You know, I was born in a very small village near Riachuelo. There, people were very happy with simple lives. However, more and more people came. Over time, the so-called industrialization destroyed the whole area. Did you know that? Those invaders started to build more and more factories. 8 of my family members died of cancer from the pollution. The youngest one was only 6 years old. Only 6 years old! So, I tried to protect this world, but I can't even protect my family. Now, it is time for this world to reboot. And everything that should not exist should be completely destroyed. James, trust me. You will forever will never wings. James! Chinese Navy is interfering. Just give up. 一枚100万吨级的核弹，足以威胁数百万人的生命。国际刑警组织请求我国政府阻止这次恐怖活动的发生。军委已经向战区下达了作战命令，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恐怖活动的发生，将他们消灭在公海。你怎么来了？我想和你一起去。别跟我胡闹了。那你一定要帮我把夏苏姐安全带回来。千羽，你放心吧，等着我的好消息。 I know the Chinese Navy is coming. If you want to save your lives, talk to them and stop them for me. No way. Okay. Then I can't find a good reason to keep you alive. Kill them.你去开那扇门。好。哎。 Couldn't give you a better life. Sorry, Sina. 到达预定海域，停动。再次确认雷战定位器坐标。第一组登船，第二组警戒。是。 用这个。别怕，对不起。为什么跟我说对不起？我还是连累你了。我说过，你甩不掉我的。已经确定零站坐标位置，可以展开行动。 小苏，没事了，没事了。海泉来了，一定是海泉。 队长，hurry up, go, go, go. Boss, are you okay? Go and fire the missile. Go. Yes, sir. 小苏，尽快找到詹姆斯。好，我去导弹控制台。你们几个跟我走。是是。 Don't kill me! Don't kill me! Coordinates confirmed. Ready for launch. Hey!检查一下，没事吧？没事。报告，战斗结束，抓到个活的。It's me, it's me. My leg is hurt. 他是被詹姆斯绑架的工程师。Please. Don't worry, you're safe. Thank you. 带他去包扎。是。来，扶着他。找到詹姆斯了吗？必须得找到他。你们继续搜索。是。 Coordinates confirmed. Ready for launch. Immediately向上级报告。是。189驱逐舰对导弹实施空中拦截，雷达捕捉目标，雷达捕捉方向西南，高度9300公尺，速度1.7马赫，对空导弹1枚，射前检查完毕。 For what you did to Sina! 我越来越觉得这个工程师有问题，这么重要的坐标位置，詹姆斯是不会告诉他的。我跟你想法一样，詹姆斯不会给他看那么多核心机密的。情况怎么样？一切正常。辛苦了。 对核弹头的搜索范围扩大到方圆200海里，同时立即协同各部门调查康纳的真实身份，一定要找出他们的真正目的。康纳让詹姆斯绑架夏苏，就是故意将导弹发射的意图暴露给我们，帮我们引向歧途。其实，在导弹上根本没有核弹头。据一名俘虏交代，核弹被加装了压力引爆装置，输入的压力引爆值是水下5300米。由此可见，他们真正的袭击目标并不是陆地城市。这是环太平洋地震带的海底构造图，我们请教过地质专家。 在这条地震带上，由于板块运动，会聚集起我们无法想象的巨大能量。一枚100万吨级的核弹，如果在海沟被引爆的话，将会引发史无前例的超级地震。这个位置的水深刚好是5300米，所以我们判断，恐怖分子非常有可能在这里引爆核弹。如果让他们得逞，后果将会是这样：巨大的海啸会使数十个沿海国家 面临灭顶之灾，导致上亿人口死亡。即使核弹在海面爆炸，也会造成巨大的生态灾难。这就是策划这次史无前例恐怖袭击的主谋，他叫威廉·康纳。 是国际恐怖组织 D.I.S 的主要头目，全球范围内的多起恐怖袭击都有他的影子。此人生性狡诈，这些年策划的恐怖袭击往往有多套方案，让人防不胜防。The worst scenario has happened. Chinese Navy is tracking us. What shall we do then? We just do as planned, and act out a play for them. Siasu has sent out all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briefcase. They're following our lead. Now it's time for our last smoke bomb. For the Chinese Navy. 预警机、无人侦察机立即起飞，沿环太平洋地震带搜索，发现可疑船只，立刻报告。 林战，海权的事让我想了很多，我决定告诉你一件事情，这是夏苏在一次任务前留给你的一封信。他说，要是发生不测，让我转交给你。而那次任务就在你们结婚前，他亲眼目睹了战友的牺牲，担心自己也会，所以 他才不辞而别的。林战，保护好夏苏，她是我的兵。是，她是我老婆。 有康纳那边的消息了吗？没呢，上级让我们24小时待命。现在我理解你，为什么不想让我和海泉参加这次任务？秉真，我是不想让你出事。我知道的。不过，经过海泉的事，我反而明白了。正因为我们随时会面对危险，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所以，我能确定的是，我只想永远和你在一起。 喜欢吗？嗯。预警机报告，在公海发现可疑目标。根据侦查确定，有一支不明舰队正驶向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方向。该舰队由一艘货轮。 和2艘西方退役军舰组成。旧军舰上重新加装了武器装备，具有一定的作战能力。参谋长，我们全力配合海军，必须立即阻止这次恐怖活动。相信我，中国海军有能力阻止这场灾难。现在，我宣布战区作战命令：在南海海域巡逻的186舰。 途经太平洋的175舰、539舰和985综合补给舰，在太平洋以西的421、433天庭，立即向作战区域集结。航空第7师负责空中掩护，预警机大队负责提供数据链支持。林战，命令你乘坐直升机赶往公海作战海域，操纵深潜器下潜。 核弹一旦被投放，务必将其捕获。是。好了，时间紧迫，我该走了。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的任务该由我们海军来完成。林真，我等着你回来。 Chinese warship and airplanes, they are getting close to us. It's no big fuss. They assume I'm on the warship. I'll give them a surprise on the cargo ship. They're late. In 20 minutes, it'll be a different world because of me. Keep going with the depth bombs to stop Chinese Navy's attacks. 检测到核弹已投入海中，林副大队长驾驶的深潜器正紧急下潜。 立即投放水文通讯声呐！ 报告，敌舰向我方发起攻击！命令：消灭一切敢于顽抗军敌！监测到核弹周围有大量深水炸弹。Fire torpedo！ 林副大队长，注意后方有鱼雷靠近。舱长，深潜器已开启静默模式。 Keep going with the bombs! 受深水炸弹干扰，深潜器暂时无法接近目标。Keep them away from the nuke. The nuke has been dropped. Go on now, go on. 集中火力，打沉敌舰。 报告参谋长，声纳侦听到海中发生爆炸，核弹信号消失。In 13 minutes, the world will be woken up with that explosion. 尝试恢复通讯系统。报告，我是林战。深水炸弹爆炸导致深潜机故障，无法启动，请求技术支援。林副大队长，请听我指令。 开启应急启动系统，左手边第三排第四个应急按钮。收到。操作完毕，可以开启应急启动系统。报告，核弹信号消失，确认落入海中断崖。海中断崖海水浮力极小，深潜器进入后会急速下坠，很可能会失去控制，机毁人亡。 参谋长，深潜器已超出水文通讯范围，推测已进入海中断崖。舱内压力异常。舱内压力异常。舱内压力异常。增压模式已开启。深潜器正在上浮，报告，通讯恢复。林战，情况怎么样？核弹已经捕获，正在携带上浮，但液压系统损坏，减压控制系统失灵，核弹随时可能脱落。报告，发现康纳的直升机。林战，暂停上浮。康纳的直升机已经返回了投弹点，它极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引爆装置。参谋长，深潜器配重一些。 无法阻止上浮。命令战机立刻搜寻康纳具体位置。一旦发现，立即撤回。解压装置故障，无法正常解压，舱内气压将很快超过人体极限。连长，你必须要回来啊！夏索，你放心，我不会放弃的。 营救直升机立即起飞，尝试远程启动舱内减压装置。警告！警告！减压装置故障。警告！警告！减压装置故障。 Whoever tries to stop my plan can go to hell! Keep going and get closer!报告，康纳已进入攻击范围。They're attacking us. No one can stop my plan. You can all go to hell. 前方侦测，康纳的直升机已被摧毁，排除核弹引爆风险，但远程减压装置未能开启，与林队长失去联系。继续尝试启动远程减压装置。 谁能甩掉我们海军特战大队副大队长呢？你天天这么拼，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那你又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林真，放手！我说过。 你甩不掉我的。林真，我等着你回来。报告，远程减压装置已启动。发现目标，舱内气压已恢复正常。报告，发现目标，正在展开救援行动。各部门做好接应准备。命令救援直升机全速返航。第二小组立即打捞核弹。